跟住熱油，咁依家就均勻咁樣沾上啲薯粉啦。啲薯粉要沾到均勻喎，咁樣炸嘅時候會炸得靚噶啦。之後就可以擺一隻先，睇下個油温夠唔夠熱。咁你睇到起泡泡咧，就 OK 噶啦。哎呀，冇嘢冇嘢。 我驚彈到我啫，我唔係咁睇，OK， 你慢慢落。我炸咗啲蟹膏先。OK。因為呢個蟹膏係咪？飲粉嘅先至會甩嘅。係咩？淋多啲粉，OK。 本來咧係我親自炸噶，但係由於我係咪回穩啱瞓醒嘅其實。 我平時都有揸鑊噶，不過今日依家係咪回穩啫？辛苦曬啊，大師傅！我兜一兜佢，你錄我好嘛？哦，你擔心我，你擔心我係咪回穩啊？咁好啦，咁我繼續錄你啦。 個蟹嘅表面好鬆脆，哇，好香啊！佢會包住嘅。係啊，佢包住成個蟹膏喎。我邊度中意食蟹有蟹膏噶？咁樣個狀態咧就已經係炸好咗噶啦，可以起鑊噶啦。頭先炸咗幾耐啊？大概兩分幾鐘，三分鐘。OK， 2至3分鐘咁樣啦。 炸喺個熱油鍋裏面2至3分鐘就撈起啦。